我以为和可下坦白后一切就会结束了，没想到下班他居然在我公司楼下，我假装没看见，他居然把我叫住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没完没了了。啊，那你想多了。我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喜欢我都不敢承认。你说没和我说什么？你别想太多了，赶紧回家吧。你叔叔是好兄弟，照顾你是我应该做的，没想到让你误会了，对不起啊。还有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咱们俩还是保持点距离吧。你是我见过最怂的人，喜欢一个人都不敢承认，你骗人，我讨厌你。你别太自以为是，别太想太多了。我承认我确实没有女朋友，也许他说的对吧。